秘书长，我们看到这个现在防疫应该是告一段落了哦，进入这个振兴了。结果本来大家骂翻天的酷碰券啊，碰碰券，什么现在呢要先花1000块，掏腰包掏1000块出来，然后才去要排队。各位可以想那个光景，他去排队，去邮局排队，去哪里排队？然后拿3000块的这个振兴券，他就一定死都不愿意讲消费券。这是蔡总统心里有心魔嘛，马英九的心魔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不，这个就是什么如假包换的振兴券呢？不是如假包换的消费券呢？这个消费券就是2000块呀、啊。当初这个马政府时候还发了3600，现在只发2000块的消费券呢。你说什么了不起？过去的时候，民进党在野的时候，把这个马英九的消费券批评得一文不值，结果现在最后的结果出来，跟委员报告一下，我听我讲，不要紧张。现在还不只有消费券，还有纾困的一个措施，那个是发现金。你先不要急，先不要急啊，先不要急，发现金也是我们出来的。谢谢。哦，我还没讲，你不用急啊，你不用急啊。这个马政府时代还3600块，你现在只有你缩水为2000块。发现金我们懂得提啊，你们就是硬不要啊！啊好，我先问你，460亿怎么来？460亿 roughly 就是很简单，不排付2000块乘以2300万人口，就是460亿。跟委员报告一下，因为原来就有编列大概100亿，另外300亿的话，300多亿就是由那个2100亿里面以缓计。2100亿里面怎么会有以缓计息？以缓计息是各部会的以缓计息啊。因为有些预算因为疫情的发展原因，你不要随便胡乱哦。来，主席长，我逐数字一个给你算算清楚。哎，我委员报告一下，第一批，我不可能胡乱报告，因为钱不会掉下来。第一批600亿，我们就这样过了，再加1500亿，2100亿是这个，以缓计息是另外的400亿。哎，账弄清楚。那个2100亿里面也可以以缓计息，因为有些疫情的发展没有那么严重，所以原来的一些防疫基金会可以。不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，明明写得很清楚，原来是600亿，第一次讨论是600亿，再加400亿以缓计息是各部会，那时候是第一阶段，后来再加1500亿，把这个算清楚啊，主席长，今天你讲的，不要自己打自己嘴巴啊。这个东西没道理的地方在这里，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话，我没讲之前你不要讲话哦，我没让你讲就不要讲。主要告诉你，我们编了2100亿，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再加2100亿，偷偷不要偷给老报4200亿啊。那刚才我也报告一下，你不要讲，我没叫你讲啊，4200亿这么多钱，寻答有你为什么还要？经济部什么以缓计息啊？什么从这哪里有以缓计息？以缓计息是各部会的以缓计息啊，这个钱很有问题，我跟你讲，好吧，你请回吧。